掩藏不住的那种，就是中二。我开了。嗯，好吧。那一会儿吃饭就过了呗。你大概要开多久？吃会儿不行吗？吃会儿不行吗？嗯。嗨。啊，已经开了。干嘛呀？都就是那样式儿的了。有。不要害怕，朋友们。有。涂一点。好久没有直播了哟，我今天不能拿着手机跟他跑。刚才是我们家的造型哥哥，今天的怎么造型？为什么会造型？就是因为在家也出不去屋，所以就在家造型。放那边备用的。哎，新买的口红。我这放这儿了哈。我们现在在一起，叫什么来着？躲避疫情。我们四个人，今天晚上要吃，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花椒鸡。花椒猪不是猪肚鸡吗？花椒猪肚鸡。花椒猪肚鸡。花椒猪肚鸡堡。它 make 的啥色号？没看到。它 make 哦是。805B 和 907E， 吃好吃的喽！头发呀，头发今天卷了。嗯，这个冰，来，你说，好想出门呐！哎呀，我最近在家待的，都感觉比以前懒了，不想动了都。头发呀，记不记得之前那个长，那个之前那长头发是接的假发，然后现在把那假发拆了，然后自己头发就这么长，短了。多重了呀？92斤了吧？要不要开空调？有点冷，冷不冷？太冷。买那个啥呗。现在说是那个，就别开窗通风了。啊？你看那个最新的就是消息，说是那个空气，就是说什么传染途径啊。啊。那我这边。还太瘦呀。可不能再胖了吧，再胖就等到能出门的时候我就变成小胖子了。酒楼咱家也不开。嗯，酒楼应该还好。不知道啊，我今天看他们给我发。底妆要没了呀。Chanel 有一个那个叫气泡什么什么还挺好用的。啊，真是有点冻着了，冷。这还挺好用的。但我的这一瓶特别黑，是那种比较黑的底，挺好的。和家人待在家里啊？没有，我们四个，就是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，那个叫叫什么？不出门，反正就是大年初三开始吧，我们就都封闭在家里了。好棒啊！先得热一下吗？四个人说还是要那个发呆，还有哎刚好还有 XXYBB， 有脸上有小淡斑，这个不咋遮瑕哦，对，是不太遮瑕，厚一点的呀，厚一点的你试试这个，我那个预测过浓那个戏用的是这个，这叫什么呀？Yeah, 我真的不会读 ，Screen 吗？还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可能是叫这个名字。这个稍微厚一点，还行，就是那个推开也还可以。我今天好精致，其实我就算再怎么出打扮也没出门，就在家待着。
粉霜对粉霜，打算留长头发。对呀、啊，倒是打算留，但是可能要一个。我没那啥呢。哦，我没插着呢。还要一段时间才能长上头发吧？什么时候播呀？好像四月份播。对，今年播，应该按理说就是今年会播。生发液，推荐的是那个啊，柳屋。今天晚上 K 歌吗？不 K 了，天天 K 歌。胖了，真胖了，胖好多斤呢。哎呀妈，你看我是习惯就是这样。玲珑也快了，对，好久没直播，因为我最近每天都太邋遢了，就今天不打扮了一下吗？我最近在练那个化妆呢。我想自己学会化妆，所以我就练化妆，感觉我黑了呀，这个灯光黑。我应该最近没黑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家里待着。素颜直播呀，我不行，你不是要面子吗？尤其最近胖了以后，就更不想素颜直播了。以前瘦的时候素颜直播还行，胖了，啊哈。头发怎么短了？其实啊，你说接的那个头发短了是肯定吗？嗯，后来也就今天不是烫了一下嘛，学烫头发来着，然后就更短了吧，可能都胖了呀，还好都胖，要不然可咋整？嗯，脸胖了，可哪都胖了，染发了，对自己在家染的那个泡泡染发剂。嗯，叫啥来着？染那个牌子？妈呀，没记住。花王。就是花。对。你染不染？我还有两罐。然后看那个是说，就是头发长的速度是吧？对。我正好就是记录了我什么时候染的，然后看看我自己头发长多快，长上一点点。现在染了有15天，15天染了这么点儿，嘿，亮。嗯，我在家学跳舞，对，我最近看抖音学跳舞呢，今天又跳了一个，然后昨天跳了个啥呀？妈呀，学了就知识都学杂了，忘了，学的啥来着？那个。洗发水有链接吗？洗发水就用的那个防脱的，一切都是以防脱发为主，就一直就是防脱。哎呦，这穿的啥睡衣？冷了刚才。你们都安全吗？一定，哎呀，可要照顾好自己啊！我的天儿啊，这次的这个事儿真的是。挺吓人的，嗯，我也是，就出去，因为不是不让送外卖了嘛，然后就出去取过外卖，除了取外卖以外的时间就不敢出门了。怎么当？讲一下怎么当演员呀？其实演员是一个，嗯，怎么说？演员这个职业就是。想当都能当的一个职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只要想要去当，你是去，比如说现在北京有很多组可以面试嘛，你可以跑组面试，然后或者刚才关了，或者是你可以去横店，一些地方当群众演员，以这个为开始。哎呀，那卡了，哎妈，小心啊！嗯，但是之后是因为这个总掉，我整明白了。现在好了吗？你们可以正常说话。哦、，Yes。从我开始直播之后，他们说话都变成这样了。那我们要很温柔，好吗？耶、yeah。哦，对，我因为我不是那个戏剧学院毕业的，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都是自己想要成为演员的方法。当然就是那个。考学什么的也是一个当然更正规的方法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是半路出家嘛，
我那个什么就是自己投简历，然后就是去那个面试，就跟找工作是一样的。我是什么专业？我是公共关系传媒，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。姐姐的造型师哥哥有微博吗？有吗？哥哥，你有微博吗？有。他有。叫啥玩意儿？叫关木林。她是个小姐姐。Sorry。然后，但是说他是帅哥小鲜肉，他更高兴。所以就还是最好夸他是啊小帅哥这样啊。呀，小鲜肉对。然后 Kiko 就是小美女哟哟，我是小小啥呀？小卷毛，小卷毛要的，小羊毛卷，小羊肉卷，小羊肉。越说越离谱了啊，朋友们！他们管我叫小羊肉卷是什么鬼？明天我的头发就紫了。在北京呢，对呀，在北京呢，我在家呢。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特别的大，所以呢，我就是。一人一个屋子，复工啊，得等疫情过去了才能复工，现在不能复工。嗯，我这不是天天努力赚钱嘛，你也知道，想过上好日子嘛，这不是又当小老板又干啥的嘛。嗯，所以一定我，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要那个好好把自己隔离在家，对吧？对，我最近天天学化妆呢，就妆老认真的化了，就感觉脸就是应该是这玩意儿有个瘦脸那个美颜瘦脸，要不然我的脸现在可没有这么瘦。哦，我关掉了。那反正这个妆是我自己化的。哎呦妈呀！厉害吧？你还抢功劳啊！我的天！然后就他们也帮我画了点儿。哎呀妈呀，我们可没有。那个头发是那个哥哥做的，哎呀，然后睫毛左睫毛是那个左睫毛是妍妍粘的，右睫毛是哥哥粘的。哎，就是说，只能说它不是特别完整的，是我一个人画啦。对，人家说了，脸是我自己长的。是。哼。这脸谁画也白扯。咋嘞？真是，非得在这说我。对呀，我还洗脸了呢。妈妈在东，哎，妈妈在山东呢。妈妈，我的天啊，最近也是天天，就是露那个，录抖音。是勉勉强强的，不能让大死。他们在这儿做饭呢，你看啊，特别认真的做饭。今天晚上吃火锅，嘴瓢了，嗯，嘴最近可瓢了。扒蒜的这个是妍妍，蹲着，另外一个蹲着的是 Kiko， 进到厨房里面做饭的是哥哥。呀，对呀，今天咱得吃汤圆吧？一会儿煮。好，我有汤圆，我吧没瞌睡。就是有点像瞌睡似的。多少斤呢？90多斤了。
胖了。对，天天就像喝多了似的。说啥这啥馅儿啊？啥馅儿的呀？芝麻。芝麻。我在北京呢。最近要拍戏嘛，不能剧组都开不了了。剧组其实更危险嘛，因为剧组人聚集的非常多。本来应该是二月多要开戏走，现在就要延期了。对，天天我们天天都在家，已经在家十来天了。十二天了，今天是。然后我们四个每天下午就一起画画，然后写字，有的时候打一会儿王者，然后吃好顿饭。今天眼睛好大，画的，假的。什么段位？段位不行了。段位已经不行了，已经是个啥呀？倔强的没有。我是啥玩意儿？倔强王者。倔强王者。我是个钻石，sorry， 因为我刚才想低调一点，倔强钻石。对。今天在家化妆，对呀，我最近天天在家学习化妆呢，练习。昨天是练的欧美妆，前天练的伪素颜妆。这样等我能够从家里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一个化妆高手。而且我画画，我妈说也要进步了。最近失业了，不能工作了，只能在家待着啦。我买了大本儿，一个整不够。哈哈。买，我还买大辣片。吃不完呢，妈呀！吃不完，你吃头。西红柿跟笋回来了。明天再吃酸辣粉啊。地道大服务员。你说这天天这样式吃能不胖吗？地道大汤圆我都听见了，怎么不在爸妈那儿多待会儿？那会儿是怕北京回不来了嘛，就先回来了。回来然后我特别乖，到家就再也没出去过。元宵节快乐哦！而且那个。而且那会儿抓着急回来，是因为本来有一个初几的工作，那会儿还没说取消嘛，一回来等取消，我初三就回来了，90多斤了。我不但洗头，我还洗澡，还化妆，还卸妆，天天，可认真了，老嘴瓢，哦，完了完了，我最近嘴瓢了是吗？要好好说话了，要不然可不行了。东北味儿，因为我们四个都是东北的，有没有一个起了普通话的好作用？本来我跟你说吧，本来我在这四人里面，我肯定是普通话最好的，现在同流合污了。我是干皮，有比干皮，现在有点干，你看长皱纹啦，哎呦哎呦，太干了，哎呦，我等会儿再那什么，你们先聊，我们那个唱歌唱，天天在家唱，假发，真发。瘦脸针打过呀，想当年好多年前我打瘦脸针的时候，一下灯把脸打僵了，我的妈呀都不会笑了，打得特别老太太，
所以瘦脸针这个东西吧，还是得医生好。其实不是不能打，但是医生要不好就给你打僵了，要打得好吧就没事儿。就一打多了，就它好像是位置，就这一坨，它一定要打的，比如说这个位置对不说，还得那个量不能太大，要不然就容易僵。哎呀，我那会儿真的抿嘴都抿不了。你刚才那个都没开火。妈，你没有开火药。对不起 ，baby。打完，抿嘴都抿不了，还演戏呢？演啥戏呀？太磕碜了。现在好了，那个东西好就好在它半年它就是失效了，它就不会一直整个那个大僵脸，差不多三四个月就消了吧。不过现在真的是眼睛最近天天就是哎呀太干了，有点长皱纹了，敷点眼膜。又没拍戏怎么不经常就是磕碜了嘛，最近不是胖了嘛，我一胖我一磕碜我就不想播了。然后我今天化妆了我就播了，不化妆的时候就不播。生活中多少斤最好看呢？可能90斤好看点吧，生活中。但是我上镜就得84斤以里吧，要不然上镜就有点胖。吃饭了吗？要吃了，看。火锅、肉，还有菜。吃猪肚鸡。我最近吃肉了，今年开始吃了，现在快有一个月的肉了。妈呀！之所以吃肉呢，没有任何特殊原因，就是馋了。完一馋，那天一吃，妈呀，这个肉还是那么好吃。完我就吃了，一吃一年啊，不，一吃一个月过去了。妈呀！等到那个过一阵再开始吃素吧。奶茶不喝了，因为不敢点外卖了，所以最近不喝奶茶了，又开始吃肉了。小心，所以可能胖了。这发型像洋娃娃呀，卷着立。家里余粮还够吗？够。现在可以送啊，可以送菜。然后我就去门口接菜。我还买了水果呢。你想看我妈妈呀？我妈最近抖音总更新。那天在家过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弟在桌子旁边玩游戏，忽然听到当一声，哎呦妈！我一头一看，我妈摔倒了，我真的惊呆，我就赶快去把手机，当时把手机扔了，快去摔，就快去扶我妈。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妈为什么会摔倒，因为我妈要学一飞冲天，就张晋老师的那个一飞冲天没冲好，因为她一冲，然后那个狗吧就在她旁边，就是她一跳起来，那狗就冲过去了，就是她为了躲狗，她就摔了，太吓人。那天我们就达成不能再一飞冲天了，太吓人。要躺下吧。对，快乐老爸天天遛狗，因为他们那儿没有人，也没有邻居啥的，所以他们两个就可以不用特别隔离自己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弄晚了，没有开。Sorry。哎，元宵没煮，现在吃吗？什么？吃完饭再吃。一人吃一粒儿吧。啥呀？煮四个。煮一人整三个吧。一粒儿是三粒儿，三粒儿，这啥？我也吃三个。啊，这玩儿啊！你想吃三个呀？那盐你煮吧。等会儿。哦，OK，OK，okay, okay, 我去。OK。三个。十二个。这个，好，这个啊。哎，没了。那个，我平时是会跟着一起洗，就是洗洗菜什么的。今天为什么没有洗？是因为我在直播。其实我没那么懒。也有点又胖又懒了，现在。哎，拿那小锅煮就行。
地也在山东啊。我确实有点懒。吃播呀，我真想开吃播了。我看人家那吃的太香了，真香了。我吃饭也香，老香老香。但是吧，我一直播他们不好意思说话。我看错了，你别害怕，我以为你那个这个锅是你的衣服条。对不起啊，我有时候有点一惊一乍的，把人吓着了。美妆视频呀、啊，哎，那个太难了，放里了，有点难，那个有一点点难。后面一共吃五个，那就我吃四个啊，我吃四个，就都煮了呗。那个鸡肉我全下里了吗？啊啊！那个鸡肉我全下里了。嗯，下呗。不用全下里，下一半吧。下一半吧。咋的？你买这猪肚鸡不带鸡？带。啊，不够。对，但是那个他那个给你带来的。猪肚鸡，呼呼呼！不行。我不能吃那么多，我要把头扎起来。自己都能造型，还用别人啥呀？我是没长着皮筋儿。OK。皮筋儿。真是，嗨！无聊的时候怎么打发时间？我会画呀，我还写字儿啊。嗯，我最近还打算读书啊，但是我没有读。但是我还这不是这两天学跳舞了吗？然后我一天还吃三顿饭，一顿饭一个来小时吧，嗯，画画一画三四个小时吧，写字一个小时吧，这就一个大半天都过去了。哦，对，我还练化妆，我今天化妆化了得有四五个小时，一个妆跟头发。哇哦，一天时间都过去了呀。对呀，每天练一个妆，发到现在还没学会，所以还得是大家来帮助我，然后那个追剧吗？不追。对，每天还看一个电影。昨天晚上看的是啥呀？我昨天晚上啊，《釜山行》。前晚上看的啥呀？前天晚上看的是半个喜剧。对。大前晚上看的啥忘了？哦耶！就是老厉害了吗？每一天都看这，就是每一天都做这些事儿。嗯。但我是想读点书了，因为我想那个，你不是写小说吗？全扎吗？你给我整好看点呗，你看我的头发扎马了。后面那个戴吗？这个先扎了再戴行吗？我直播扎头发怪怪的。你我的发际线，你注意一下。Sorry。这是我们的就是造型指导，哥哥。Thank you。 对，这个时候再给我做造型，我是没有钱付的，因为我没钱。我再给你点儿。后面这个扎不上吗？全都扎上了。行不行？你这样弄好看点吗？全都扎上不好看吗？这样好看吗？这样。脸摆在那儿，哪儿咋样都好看。哎、这是我们的化妆宝贝眼眼眼。嘴甜。我的左半边睫毛就出自妍妍的手，右半边是出在这个哥哥的手。肯定是左半边好。眉毛是我画的。嗯，厉害吧？你像长了犄角，小红人。吃饭吧。我要吃饭喽！吃饭喽！吃饭喽！
OK， 那我要吃饭去了。爱你 ，Love you all。拜。吃播，等我改天饿一点的时候再播。OK。哎，咱们这个菜相当可以啊。嗯，对。没有料呢。好。要吃饭了。你看。哎呀妈呀！对不起，我的天。哇，咱们看到了会馋的。当当当。看到我的。是不是看到了这个？这肉肉肉呢？哎呀妈呀！肉！哎呀呀呀呀！咕。开了吗？哎呀妈，你都没开，干啥？哎呀妈，到现在还没开呢。是，那刚才为啥没开啊？不是你的电不赖 Pico， 是这个断了。锅肯定是。不可能。哟，这锅想想。电断了吗？电断了。怎么断电了呢？哎，亮了，就亮了。那个圆头。那刚才我可能要一会儿才能吃上，因为那个我们期待了很久，然后锅一直都没插上电。把那个辣条儿，一个辣片儿。辣条儿。大辣片儿。大辣片儿。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，因为那个抖音上有他们三个人，因为我们今天一起合力录了两个抖音。不行，我真是想到这个真的好好笑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要关注他们的话，可以在我的抖音上最新我的叫什么点赞。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。给我也吃一个呗。那行吧。你说你明星的形象啊！我的妈呀！那挺好吃的啊。这个感觉比那啥好吃。哪买的呀？楼下啊。咱不去看看儿吗？那锅不烤完了吗？你吃上了？你不说你有吗？我不说你看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了？哎，用的什么了？蛮好吃了。哎，这次真的要吃饭了。你吃完了有点饿了。